若观我空，不复受身。愿仁者怜悯，以我等语，具象佛说，为诸菩提萨多故。诸菩萨法不应懈怠，勤修精进，舍恶行善。仁者，为我往至佛所，礼敬如来，作如是言：世尊知一切法，悉无有疑。恶魔眷属，佛以调伏。如来以能燃大法具，令众得乐。如是之法，能成佛者，我等未闻。仁者，速往佛所，为我等故。我等不见如来，犹未得度。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见此身已，然后得度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欲诸年少，汝观上方有何等相？诸人闻已，观上方见五百化佛，又见三千大台七宝严饰，七宝罗网已覆其上，如莲花叶出种种香。是诸众生问要上言：此诸花座是何等相？要上答言：此是汝座，速至佛所，礼敬如来。诸年少言：我等不知所行之路，不见如来，执意何方礼敬如来？要上告言：汝但礼敬如来世尊，如虚空城无有住处，如来亦如是。如来安住处如须弥山，如来等须弥山如大海水，三千世界为成数等十方菩萨欲求佛住，不知所在。十方诸菩提萨多但遥礼敬。诸年少言：愿人慈恩满我所愿，心欲见佛，亲近礼敬。要上告言：如来不求香花，为众生作因，令离生死，恶魔眷属不共争论。皈依佛者，不入死门，速得法陀罗尼，发尽心愿，即得见佛。尔时世尊以迦林频伽音悉然微笑，从其面门放八万四千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下至十八地狱，上至阿迦尼乍天，其光杂色，青黄赤白玻璃等色，如是等光从面门出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欲思光者，一切众生皆得安乐。照世界已，还至佛所，绕佛七匝，从佛顶入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合掌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，我欲少问，若佛听者，乃敢发言。尔时世尊告要上言：善男子，随汝所问，如来为汝分别解说，令汝欢喜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此三万亿年少欲听如来微妙身法，愿为说之。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若闻如来身妙法者，当觉诸法得具足一切功德，日即得住于实地，能及大法鼓，见大法床。要上：汝见如是大台佛耶？要上言：世尊，唯然已见。佛告要上：此诸年少今日得坐此台，证一切法，满足一切善根之法，今日当得及大法鼓，无量天人得闻法已，悉得利益；无量地狱众生得闻法已，得被恶道。说此语时，众中九千亿老众生得须陀洹果。要上：闻此法者，得离一切苦，具一切善法。要上：一切皆能成就佛身。要上：汝观四方诸大菩提萨多。尔时，要上即观四方，见东方界五十亿恒伽河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，见南方界六十亿恒伽河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，见西方界
七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，见北方界八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，见下方界九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，见上方界百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，道已皆于佛前，在一面住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于虚空中见黑色、黄色，是何等相？佛告要上：汝不知耶？要上白佛：唯佛如来能一切知。佛告要上：此时恶魔及诸眷属欲来至此。要上：汝欲见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见之。佛令要上即见恶魔。要上见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恶魔至此？佛告要上：魔欲乱此法座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菩提萨多为观诸年少受位故来。要上：汝见此诸菩提萨多种种形色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力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唯然，我见百千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自在神通而来至此。尔时世尊说此法已，一切勇菩萨、要上菩萨、一切老少众生、一切天人世间、阿修罗、乾闼婆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僧伽乍惊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手势挑战吗？你说 IG 那个吗？没错，我们接下来跟路人挑战手势大挑战哦。你也别出来吧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手势吗？嗯，这个对，类似，这个吗？类似，对，这个也算是。我跟他朋友。还有一个手势，他跟宗教有关。那个吗？这个。还有你好聪明哦。这个对，这个就是新的打招呼方式。对，新的打招呼方式。
这个手势我们叫做合十。要跟同道打招呼，或是跟法师打招呼，会双手合十，然后手按顶头。合十除了是佛教徒打招呼与对佛祖尊敬的意思之外，在佛教中合十时念阿弥陀佛，并想着帮助人的心也能做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替你玩这个挑战，主要是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手势的意思之外，也是想要跟你说，就是最近疫情很严重，要好好保重自己。疫情期间需要你好好保护自己。我一下会量体温，在正常体温范围帮你盖章，说就是你今天有去量体温。希望说大家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然后通过这个疫情可以很健康勤洗手、吃、穿、冲、泡、擦。今天的手势大挑战成功，对抗疫情，从安全打招呼方式做起。来，特派员，我们下次见。在这边等。挑战手势大挑战，好，那你说你能比得出来吗？谢谢你们，祝福你们顺利，谢谢，拜拜。他们分开走了，回去了，坐捷运吗？对，坐捷运。好，那戴上口罩哦，不要跟人家接触，要保持距离。谢谢。印经功德殊胜行。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为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早课